一起来沉浸式体验双狙的魅力。这是瑞士生产的 ZFK31， 狙击步枪，弹容量为6发。先打开安全装置，这是它的 2.8 倍瞄准镜，600码的距离大概是550米。换一个小点的靶子，接下来出厂的是苏联产半自动 SKS。 由苏联轻武器设计师谢尔盖于1945年设计，采用传统布局，配有木质枪托和握把，弹容量为10发，子弹为 7.62×39毫米弹药，有效射程400米，枪口初速为735米每秒。他的外观太帅了，我的网恋女生非常喜欢。兄弟们还单身吗？想不想尝试混血女友？快试试左下角这个吧，带你亲身体验跟日式女友、韩式女友、宝岛女友、御姐女友幽会的乐趣，还能体验霸道总裁的快乐。玩的时候记得戴耳机，被别人发现就尴尬。左下角入口限时开放，赶紧试试吧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毛瑟1891型卡宾枪。M1891 卡宾枪在20世纪60年代仍在阿根廷警察部队服役。枪口初速为640米每秒，5发可拆式弹夹。采用 7.65×53毫米毛瑟弹，贴置瞄准器可调至1900米。